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起将启程出访印太地区，包含越南、寮国、日本、菲律宾等六个国家，以全面推进和亚洲盟友们的伙伴关系。On Wednesday, Secretary Blinken will depart for his 18th trip as Secretary to the Indo-Pacific region. From day one,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deepening our engagement with Indo-Pacific partners a top priority. And on this trip, the Secretary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our vision of a free, open, and prosperous region.布林肯第一站将前往越南，出席越南总书记阮富仲的葬礼，并强调美越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接着在寮国，布林肯将会参加东协外长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预计会谈到台海议题。到了日本，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与日本举行外交国防2+2会谈，以及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另外也将与日方讨论核威慑政策，这是双方首次以部长级会议谈论此事。之后在菲律宾，两国同样会举行2+2会谈，讨论南海议题，并将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另一方面，本月初才刚与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定的菲律宾也正在强化与伙伴之间的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提欧多洛22号表示，菲律宾正在寻求与加拿大、法国、纽西兰等国达成相互准入协议，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对方的领土上部署军队，以吓阻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李义宏综合报道。